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阳光很好，天气很好，云云和海后他们过来了，现在我准备去吃一个粉，然后去机场等他们去接他们。我昨天还专门剪了一个头发，大家看一下怎么样，就去这家早餐店去吃个早餐。走，早上来一瓶豆奶，然后再吃一碗粉。我跟我舅舅两个人吃完就去接云云了。吃完早餐现在去买两束花给云云和海后，一人送一个，让他们有点仪式感。买好花了，现在去机场接云云和海后，看看这边有没有奶茶店，给他们带杯奶茶过去。我们到机场了，到这个出发城了，现在去门口等他，有一点点小激动。走，看看见到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啊。他们坐了两个小时飞机，一定渴了，现在给他们买两杯奶茶啊，这里刚好有奶茶，刚刚找到了。看看云云最喜欢吃的珍珠奶茶，这里刚好有，再来一杯烧仙草。奶茶准备好了，现在去等他们。还真来了一个粉丝，唯一一个粉丝啊！你好，你好，刚好碰到他，他问我，因为现在里面要检查一下，这个边检要问一下，我们在等啊。刚刚已经给我打电话，应该问题不大的话就很快就出来了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对，你在这里上班的应该知道了。对，他只是随便问一下，然后你回答出来的话，他就马上放你走；你回答不出来，他要给你详细问一下。对对对，刚刚已经给我打电话了，没事的啊。现在焦急等待中，好事多磨。家人们，对，没关系啊，相信马上就出来了，看一看，马上就要出来了。嗯，这是唯一一个来接我们的粉丝。对，熟人了。小月都出来了，我还在外面。他们两个为什么没有那个？因为第一次来中国，护照是第一次的，哦，是工作签证，所以会比较复杂一点。哦，这样的啊，你是什么签证？团聚啊，你让他们家来中国吧，签证不会被扣了。哦，嫁给中国就可以了是吧？那不会。不管谁的第一次来中国都会这样子，哦，第一次来都是这样。就是他第一次来就是工作签证就会这样子。哦，明白。刚刚有一个越南人也是结婚的，然后他那个结婚签证是第一次来，好像，然后也被扣上了。不止他们两个，还有别人的，放心，大可以放心。没放心就好了，有小月这样说，我心里就放心一点了。顺便拍一点视频，大家认识一下你啊。你去哪里？我现在去湖南。去湖南哪里？保持安全。现在在湖南，去。我知道。楼底。去楼底啊？你老公没来接你吗？你老公哎。我们让他来接啊。要不要等一下送你？那你还得坐。我坐高铁就到了，一个小时就到了。一个小时啊？对。那我们联系方式加一个，有时候可以。到时候你可以跟云云他们一起玩，他们有伴吗？他们刚来中国。没问题啊。他们大概在这里玩多久啊？玩一年。一年？他都说了两个月。还不知道嘞。大概是吧。很高兴认识你，握握手。不行，不握手，怕老公吃醋啊。好了。我跟云云他们握过手了。跟云云握过手了，你刚刚在同机上是吧？拍视频了，大哥。刚刚拍视频了都。我靠，可以啊。他们的那个什么？工作非常认真，跟你说。工作非常认真，来表扬啊！明天加个鸡腿给他们。行了，那就这样吧。好，我在这里等一会儿。刚刚边姐已经给我打了两个电话了，应该问题不大了。我什么问题？吓死了！笑什么？怕不怕？啊，怕不怕？你们笑什么？你看我，你看那里面有一个粉丝是我们上班的，刚刚他通知我了。好，再见。晚上有空我们一起吃饭，真的没关系的。好吧，就你一个人。来。你的腰肌热，好，来，一人喝一杯奶茶，快走，压压惊，别急，该让粉丝走了。
我们还有里面还有粉丝的，说你们出来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来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抱一个，抱一个，你抱一下。抱一下，来海后我们抱一下。这么久不见，老板，快点。比武姐。好，走走走走走。哦哦哦，快点拿，快点。可以了呗。好嘞，走了，出发了。他们两个笑死了。被盘问半天，我真的是，你补你啦，补我什么？还好我在这里接你们，接了几个电话，不然的话你们出不来了。我们返回国，他们准备我们返回国了，差点准备差点就回国了，如果不在这里的话，哎，还好我是法人，好了，走下去。你刚刚说什么？那个粉丝啊，我们在那边坐吗？啊，然后他拍照片告诉我了，说。老板在外面等你们了，快点去。他先，他是你叫过来的。现在才知道啊！哎，你看我们粉丝多强大，哪里都有人上班。OK 呗。我还是说，如果被返回国的话，我打电话给二哥。返回国？你不会的。那没用，打谁都没用，这都正常的，第一次过来都会这样。笑死了，走吧走吧。现在终于出来了，几个兴奋的要死，嘻嘻哈哈。刚刚在那里面，我好可怜的样子的，粉丝去探望你们的时候，哎，我笑死了，怕的要死，一出来笑半天，兴奋呢。哎，走走走，带你们去吃大餐，先去吃大餐啊，为你们接风洗尘。饿了吧？饿啊？早上出来的肯定饿了，到现在这么晚了，先去吃东西吧。嗯，来来来，把那个小小的箱子拿出来，先放这个大的。很兴奋，现在刚刚是不是被吓死了？现在开心了啊！早上十点钟出来的，现在肯定饿了，先去吃东西吧，好吧？好。嗯，先去吃东西，还要感谢一下那个粉丝依然粉丝啊，非常感谢他。你刚开始不知道是我叫他进去的。他笑我们，没有笑。他一边偷拍我们，一边笑的。我发现了，没有，我叫他进去的，他肯定笑啊。然后他没说什么，他就一直和我后面。他给我汇报情况 啊。谢谢粉丝啊，谢谢这个依然粉丝。好，我们现在出去。哥哥，以后的你看着我，你过来跟我说话，你别人家还小。他还小，他年纪还小，不像我。他小的。他也害羞了。他害羞，对。我叫他去吃饭，他都不愿意。他说我们过两天看有空。嗯。我们现在订好酒店了。哎，你的花了没？哦。放车上了啊！现在送他们上去，我们就去吃饭了。看看，海后打个招呼。Hello。嗯。哦，哥姐嘞。这么快。很快的，进去出去啊。有嘞，红牌。海后，今天晚上你们就住这里了，怎么样？啊，这里还可以看电影，你看还可以看电影，还可以看电影，还可以这里喝茶，这里是全景房啊。你呢？看一下，好看吧？拍视频也漂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吃饭吧。OK。嗯，吃饭走起。我们现在来到饭店了，先请他们吃一个饭。好，我们准备吃饭啦。欢迎你们来中国玩，来，我们一起干个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欢迎来到长沙，长沙欢迎你们。吃完饭我们去逛街，好吧？好。这个视频就是接云云和海后，他们很饿了，我们就不多说了。下个视频我们再见，好吗？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下高峰一路有你，记得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